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季以成。财政部长在议会中宣布，2023年的预算将是削减家庭能源费用和国防的预算。瓦尔高米哈伊在关于预算的辩论中表示，这些资源将用于匈牙利人民，即支持家庭、保护养老金、维持能源政策取得的成果和加强国家安全。反对派发言人批评了该草案，因为它对匈牙利人造成负面影响。总统兼陆军总司令在视察驻扎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士兵后表示，我国领导人正在努力使匈牙利远离乌克兰的战争。诺瓦克·卡塔林表示，他可以确信士兵的准备以及匈牙利军队发展的实际成果。总统代表匈牙利人民感谢士兵们保障匈牙利人民的安全。谢尔多·彼得在雅典与希腊同事进行讨论后表示，匈牙利和希腊之间的合作对应对战争引发的全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，粮食供应危机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移民潮，因此两国需要加强边境防卫，以进一步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。希尔多·彼得还谈到了希腊人可以成为应对能源供应挑战的合作伙伴。一项非凡的消费者保护调查已向瑞安航空发起，爱尔兰航空公司将政府征收的特殊利润税转嫁给乘客。但除此之外，近期还出现了多起消费者投诉，多是关于取消旅客获取信息不足、行李处理与旅客沟通等问题。当局承诺在整个夏天调查瑞安航空，如果发现侵权，该公司可被处以最高20亿福林的罚款。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